欢迎随着我来电视网的镜头，我们再回到高雄一手大学体育馆来看2012年台湾 Open 台湾电子竞技公开赛星海争霸二。在今天呢，有相当多的比赛哦。那在我身旁呢，哎，多了一位美女啦，这是我们的这个星海的主播之一的丽珍，张丽珍，丽珍你好。你好，蒋元大哥好，学妹好久不见了。对，好久不见。对，是。那接下来呢，要进行什么比赛呢？这个丽珍跟大家来介绍好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明星表演赛，但是明星表演赛我们要知道，光是有选手还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明星级的主播也加入这个表演赛。但是小的我还不算是明星啦，但是您才是明星了。对，我这个3天前才知道哈，这个而且台湾电影竞技联盟的官方网站的话，真的很有心，还做了一个合成图，有没有？是的，非这个叫做展员必须死这样子，就是展员保卫战。那这个赛制呢，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喽。其实最主要呢，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一次我们4个队伍，其中3个队伍的教练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面。那还有另外一位赛评呢，是苏贝老师，等一下也会加入我们这个表演赛的阵容。当然，展员呢也会加入他们其中一方，对不对？对。乍听之下，2打3好像有一点点的不公平。但实际上呢，有了我们这个台湾 MKT 的实力之后，这个赛制会显得相当的公平。是，而且我们还有谐星级的赛评。对，然后谐星级可能会拖累您的赛评，苏贝老师。是，好，那整个的这个赛制呢，就是四叶教练啊，就巨熊的四叶教练张宇教练啊，再加上那个苏贝哦，就张轩琪赛评。对。然后呢，他们两个要保卫我，要保护我哦，我的主保要是被打爆的话，对，哦，那就是他们两个的责任呐，啊。哦，是。那我们知道展元大哥使用的是人类这个种族嘛，那人类有个很英霸的地方是我们的建筑物在完成之后是可以起飞的，可是说不能飞。对，这一次要跟大家再次强调，就是展元你不可以飞。对啊，好像说不能把主堡飞起来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有5个主堡，如果可以建得起来的话了，就有5个主堡。那另外一边呢，我们也看到了是大妹教练。对，今天也来到了现场，还有德斯教练，他们是担任等于是进攻方就对了。对，哦，那不过呢，这个讲到哎，这是帅哥四叶教练哦，跟苏贝已经开始在讨论战术了。如果他们没办法保卫我的话，不过苏贝的强项力志应该最知道了。哦，他哪里强啊？他的强项就是他只会6D快攻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他不太会铺床单。哦，对，他对于地刺相当的陌生，所以他不太会铺床单，就是这样。不铺床单，这我可能就不清楚了。是，对，可能要问他妈妈。好了，那这个我真的是也蛮荣幸的，第一次跟我们的美女主播丽珍同台，不过马上就要离你而去了，因为我觉得要赴战场了。好，对，那待会呢这一场啊，而且呢，这个因为受到大家广大的欢迎，十分的回响，原本是打一场而已的。对。那现在呢，因为大家的强力要求哦，所以是比3战2甚至。对，是的。我有现场的观众在拍手了，大家开心哦。感觉好像3战2胜可能不太够哎，那我们改成9战5胜，现场的朋友觉得怎么样？这样可能就来不及看晚上的比赛。对。好，那我这边这个真的第一次很开心的跟丽珍呢同台，不过马上就要离他而去了。要上战场去受，希望苏贝可以保护我了哈，不然的话四叶也应该感觉比较，四叶比较可靠。哦，真的吗？看起来有点弱不禁风，好像另外两边比较壮，有没有？是，怎么办？要临时跳槽吗？不行哦，既然苏贝说他可以保护我，不过这边套句职棒洪振明讲的，我从小到大都不用人家保护的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那也希望我这个自立自强啦，看我们这个表演赛会激发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。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麦克风呢交给我们的丽珍还有九妹啦。好，谢谢展元大哥，我们会目送你远去，我们心与您同在。是。好，那我这边马上就上2楼。哎，这不是要跳一下，那镜头就要跳2楼吗？镜头没有跳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大家继续加油啦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的明星主播展元大哥呢，就要来体验一下选手上战场的心情了。对，其实在里面打，其实还是会很紧张啦。对。那其实刚刚有休息时间，他已经有进去稍微暖手一下。对。其实展元还是蛮认真的看待这个表演赛。当然喽。
在这一次呢，他希望就是他可以不只是成为这个台湾 NKC，可能就是要让全世界所有的人类选手都要甘拜下风，然后成为亚洲 MKP。对，亚洲 MKP， 世界 MKP。OK， 那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，哇，我们展元站在正中央，坐在正中央，他的右手边是橘子熊队的教练四叶，左手边是我们的赛评 Sobe。那另外一边呢，要跟他们进行对抗的是 Gus 教练、花花神力、对华裔 Spider 的教练，以及热身钢铁人的大梅教练。Manner， 对 Manner 教练。那不过我们这边是不是听得到这个展员他们那间的声音？他们是不是在讨论战术？对，在这边呢，导播非常的贴心哦，让我们现场的朋友也可以知道说，Sobe老师到底指导功力如何？对，所以在我们的包厢里面呢，其实在这边 有麦克风吗？对，隐藏式的麦克风。对，所以等一下会不会在这个会战？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吗？好像不太清楚哎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听到会战时候的真面目。就是如果打到一半，某一方开始就是呻吟，是开始叫一些叫声，会收得到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。就不知道谁。听说苏贝快来救我！是是是，应该 不只是这么温和的呼叫吧？哦，不止这么温和，不止不止，应该是你的兵都到哪里去？在你心里呢？对，我派了两支陆战队去救你。哎，我的兵怎么不见了？哦，这个画面中的就是华裔的星海教练 Dash 跟钢铁人队的教练 Manner， 那双方在做一个简单的设定哦。你看起来展元是摩拳擦掌了，对，磨刀霍霍向神族。对，那时候你们大概两个都怪我的运气，我来打个快攻。对。好，我们看到双方都已经进入到新战厅里面了，那我们的 OB 也都已经准备好喽。等一下就等导播一声令下，就要展开今天的展元保卫战了。第一张图选择的是三对三团战的泰丰。是。泰丰这一张图的话，还是可以共同防守。嗯。但是共同防守的话，它有一个这一个石头是要特别注意。待会画面带到再跟大家做解释。好的。那九面之前跟展元一起呢，就是进行表演赛的时候，有什么特殊的想法或是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吗？就是我记得展元好像都被打，就他先被打，但其实他以吸收炮火来说，算是一个不错的坦。哦，对对对，所以待会我在想会不会就是打十根没能硬要打，硬要打展元，然后兵就是强行走过去，然后被拦截掉很多之类的，有可能。对，然后看，因为毕竟是表演赛啊，所以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好，那我们看到现在游戏已经开始了，那在进行倒数当中，再过五秒钟，现场所有的朋友就可以看到展元保卫战的游戏画面。刚刚那个大妹还说你们两个就可以赢他们两个。不会啊，我们看展元架势十足哦，而且拿出使用的真的是手肘转动，而且跟键盘哦，跟之前在未来摄影棚所使用的设备是不一样的。对，这个他基本上是坐在选手舱里面，使用的配备是一样，跟选手使用的配备是同一个规矩。之前你们在主播台是用笔电来打星海，我觉得比较困难一点，笔电比较容易误按。好，比赛已经开始了，我们现在呢要请九面老师来告诉我们一下点位了。好的，马上为各位介绍我们选手了，在画面中的这一位哦，现在画面中带的是这位蓝黄色的黄色的神族选手，是我们的四叶。那他的这一个队友，他的队友是等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现在在画面中间正中央红色的人类呢，这一个是他开始用招，看不出来是谁，感觉是展元。真的，看这个 SCV 就知道了，感觉是展元。这个是他 SCV 是比较偷懒的。啊，对，但是仔细一看又觉得这个 SCV 眉宇之间透露一股阴气。对，眉宇之间透露一股阴气，有点忧愁的味道。是我为什么要生在这里？为什么你们挖矿，我要跟着去挖矿？对，我就不挖矿怎么样？有自己的意识呢，对，我偏不挖矿。对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画面呢又带回神族，这里是天地山泽热血钢铁人的 Manner， 那他的队友要一起进攻的是对，好好的，你看我们光是出个 SCV， 对方就吓得皮皮抓了。对，现在苏菲很开心说我赢了吗？是的， Win 这样子， Win。 好，那现在是不是来偷听一下展元的那一件？前面都是一个平静的农业开发时期，不会有什么太
你有极限了。对，继续采光，那我要采网丝。你先挖好，咱先做一件事就好。那这边特别有趣的是进攻方就是 Mainer 跟 Dust 都是神族，所以我要按 BB 随便找个地方建的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也不能给金矿。我们可以给一份，看到好三个人非常的开心哦，还在不断的讨论战术。不保要400块，哇，还是就改变好处朝家里面好一点，要适应。对啊，你这人有点奇怪，你们要不要试一下？对啊，他们在我在哪里？他们在上面，他们在这边。这边。好，我去。去啊！好。我刚好听到说这个师爷说他要去做侦查，师爷表示好。展员不发言。好，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 Mainer 开矿。因为这一张图是三人团战的图，所以可以看到进攻方这边是两个人，所以他待会会多一个空缺可以开。哇，展员的 SCV， 哎呀，忧郁了。哦，该第二个珠宝了。另外一个在发呆，似乎是想要存钱吗？展员持续在挖矿。不要笑哎，怎么了？等长大了。好，我们的 OB 网络断了。OB 就是断臂吗？后面的 OB。哈哈哈哈哈。还是要做电信机要才要瓦斯。要瓦斯，还要下电机工程师。第一第二天是第一。好，这边有盖一个碉堡。所以刚刚这应该是 Mainer 派出来巡的探测机就被打爆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列表，紫色的神主打死这边出的是星际之门，待会有可能出凤凰，先来做侦查骚扰，或是待会转虚空。因为毕竟他，我想进攻方知道说收费跟事业会死命的守护闪员，所以有时候你直接出空军就可以直接掠过这两位守护者，直接去打展员。哇，他们事业这边也是出星际之门，不过展员这边好像使用一个不得了的战术、不得了的战术，对，他在单 BB 开矿，对，开矿挖矿的这个战术，而且第二个主堡快要盖好，对，快要盖好。赛前展员问我说他怎么办，我就说你可以多盖几个主堡，中间新轨，然后外面全部都行星要塞，这样。啊，这是个好主意啊，对，就你开个馒头店吧，对，就是那个。看起来远远人家馒头就五颗馒头在那里，不如大家一起都变神经要塞，不更妥？可是展员又说他想多控多啊，对，那好吧，那正中央很辛苦。但如果遇到对方全部出空军需求，对，所以我叫他新轨外面要盖飞弹堡啊。你盖新轨要盖那个，你盖那个神经要塞要盖那个电机工程所，我就顺便。哦，这一边这个操作、厉害不错、厉害，这是我们收贝的机枪兵，哇，打一个惊叹号，哇，收贝得意了，他表示得意。然后想不到久没练习我的甩枪技巧，还是甩着甩着，哎，你的追猎被我点掉了。殊不知是六只打一只，当然怎么点都会赢。对，我那个理论上追猎都有极限操作，因为他在高地，就那个陆战队在高地，所以的确可以多输出一下。那这个双方开矿也是开不停，那展员目前是仍然只有一个矿区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守护者收贝跟事业持续的把他腹地加大，要来保护展员。那展员果然变行星要塞了。哇，这是变行星要塞，就是那个头快要探出来的那个，就是行星要塞，也是有一阵子没有在职业的联赛当中看到了。这边紫色是打死的凤凰要来做骚扰，顺便哇是要先骚扰展员吗？我思念展员，先来看看一下。哦，凤凰啊，狭路相逢啊，比凤凰数量啊。好，现在四打三，我现在变成三打三，但是打死的因为打死的数量少一点。还是打石板后面又补了一只，哦，收贝表示刚刚打你追猎，现在打你凤凰啊！哇哇！此时队友这么认真的在打，我们看一下展员他在挖矿，对对。但展员好像这个战略听了一半而已，他只多放了一个主堡，怎么没有继续盖呢？这个我看到生产列表，展员的生产列表是空的，所以他可能在思索人生的。哦，人生的未来，对对对。
到底该何去何从？难道 SCV 唯一的宿命就是挖矿挖瓦斯吗？对，哎，这边导播说他想要，就是让我们，他想要听里面在讲什么，叫我们先安静，然后偷听一下，在他们那边。哎，所以我走不出去，走不出去，你要我封门的，他是你要去哪？我要去那个大连、你要出门要先跟我讲一下。是啊，你还可以开门的、然后我会很紧张，我看 OB， 我看 OB， 没有能量 ，OB。哎、可是我的心要塞不能放雷达吗？你的可以啊，你可以丢雷达。好、真的吗？这个我们听到展员发问了。刚是问什么？行星要塞不能放星轨吗？还是我刚刚没有听清楚？行星要塞不能对空吗？行星要塞不可以丢矿石吗？行星要塞可以，你们就打开一下。好，我开了。这一边事业持续出空军，凤凰图的数量非常的多。这边事业的凤凰来到九只。事业持续出凤凰。好，这边事业大量的凤凰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凤凰数量明显是事业比较多。大师表示你别过来呀、哇，大流行啊！对，晚上的华裔对橘子现在是前哨战吗？是的，就从教练开始吧。凯尼，哇，凯尼，然后 Mainer 表示别来打我，对，别来打我，我是无辜的，我只是顺道而来的。对 ，Mainer 这个追猎有没有闪现？没有闪现，所以 Mainer 表示我有去帮奥，只是走的比较慢了一点。心意有到了，对，心意有到，心意有到，这比较重要。哦，我们可以看到展员好像似乎也不觉得说他只要防守就好。我们可以看到展员提的是陆战队的一攻，展员这时候提陆战队一攻，不得了哎！对，大一攻啊，这你敢信？哇，那这样子待会展员的陆战队飞天了。是，但是这里看到，哎，展员这边呢也是在他的兵营上面放下了反应炉，不过呢没有在铲兵，对，没有在铲兵，对，他觉得反应炉漂亮啊，干不铲。那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，哦，事业是不是想要出航射火箭吗？这边拆石头，刚刚提到这张图石头被拆掉的话，事业的这边的侧翼会先被打哦。那事业这个时候在快乐的骚扰打石的矿区，好，收贝德陆战队摔，哇，这个甩枪技巧相当华丽哦，哦哟不错哦，打石的凤凰明显不够，这个打进来了。哦，这个是展员的，这是展员的，各位。等等，我们刚刚一个特写。对，哦，但是这一边没人的大部队也从事业的上方这边扣门了，事业要马上回救，先救自己的基地，然后同一时间大量收备跟展的陆战队压进来了。是。往右甩，一点踏，二点踏，三点踏，四点踏，往前甩。好，我们今天看到有巨象率领的这个陆地部队呢，要前来跟哇，非常多的凤凰。事业刚凤凰大概来到17只的数量。四个星际值哦，这一边世界的凤凰狙击掉了 Mainer 的巨象，这边甚至直接抬追猎了，哇，这个追猎全部都被抬起来，只可惜不能抬这个对空炮台啊。对，这抬对空炮台还得了，那太可怕了。好，这边又补了追猎，可是追猎数好像不够，而且这个是收费的机枪兵，对，而且不得了了，是，而且展员现在在提升这陆战队的一防啊，对，一攻一防，展员的陆战队带一攻一防哦，不简单哦，对，但是展员陆战队在哪里呢？在路上，在你心里，在我心里，哦、对，永存人心，哎，是，我看一下展员现在陆战队数量，哦，有十只，有十只。而且展员现在两个珠宝都变成这个行星要塞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玩一个游戏，找找展员的陆战队在哪里。然后两个行星要塞，对，再盖第三个就对称了，就是三角形了。兵分两路，展员有2000多块钱，凤凰效益就来到100%了。对，我这边凤凰非常的多，这个黄色的凤凰是四叶的，好，在大家荧幕上面看起来是红色。对，这边屠杀对方的农民啊。对，这个探测机，这个是打蛇探测机逃亡中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不是说好晚上才正面对决吗？是。再抬，哇，凤凰非常的多，一抬起来马上就秒掉了。好，这个是收背的陆战队。后面的是展员的，哦，展员陆战队发呆，哎，
哎，这手你手背你先去吧。对，你把我垫好，我垫好。你先去磨他的血，磨完呢，我再来啊、结束他们。我帮你收拾残局，对，这是我的强项。再来收割的头。那收费的陆战队有盾牌，斩员的没有，所以斩员有一攻一防。对，斩员有一攻一防啊，这是重点、啊。是重点。那收费也一攻一防，收费也一攻一防，但是斩员的一攻一防看起来就是比较厉害的。伤城对伤城不一样。哇，这边好，来等我啊！哇，他们好多象征他的嘛。好，等我出发。来，等我来了，等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来了。我偷打阿兵来了。好。来了。好多、哦、好多、哦。帮我把巨象没了。这难道是台湾 NKP 吗？对，这就是台湾 NKP 哦。斩员啊，斩员的陆战队。死光了，真的，哎呀，好像下面还有两只的样子。他们光荣战士，对，光荣战士，也把对方打残了。而且各位斩员要转科技啊，我看到他家都在盖军工厂啊。哦，哇！刚刚出入战队只是吓吓你啊，我要转机械化了。而且斩员把第三个珠宝盖好之后飞起来了，不知道要飞去哪里。真的，哎，真的，回了，哇，真的他要飞了，他要飞出去开矿了。这边展员快乐的开矿，同时呢，他的队友跟敌友持续的强烈的交战当中哦，快乐的飞翔。好，这一边可以看到四叶的大量凤凰，仍然是发挥出很好的效果。然后后方这边下面有医疗艇跟陆战队是收费的。这边感觉 Manor 的追猎还是不足，对，第一被凤凰抬起来吹捧一番，然后爆掉了。可能 Manor 跟 Dust 在这里可能渐渐就快要守不住咯。嗯，这个凤凰二攻也快好了，四叶的凤凰二攻快好了。好的，不知道我们展员第三个主堡是飞到哪里？哇，飞很远啊，他这要飞去哪里？他是要飞到最左边，他可能想要飞到下一张的地图吗？还是这个？因为我想说他是要飞在左边中间那边有矿区，但是可能觉得他是想要找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藏起来。毕竟是展员主堡保卫战。对对，展员主堡保卫战，我就是留个主堡，你们找不到。对。好，这边凤凰四叶的凤凰跟收费的陆战队持续在交战，凤凰仍然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，但是收费的陆战队数量刚刚因为被磨损了一点，所以收费陆战队数量没有很多。不用担心，坦克斩员的坦克就在路上了。对，斩员出坦克了，各位。哇塞，感动。目前斩员有一台坦克正在生产当中。生产的第二台要出来了。是。成双成对，双坦克。对。吓死你们！双双对对，双双对对。哦，展员的第三个主堡正式降落了。对，而且展员直接降在那个打石家中下面啊，相当嚣张啊！我的头要探出来了。这里是哪里呢？原来是你家。哦，这一边四叶的矿区可能要被点掉。好，这一边收费的会战了，对，收费大量的生化部队再次的帮忙演搭配四叶的凤凰，但是刚刚四叶的一个矿区被拆掉啊，那经济会稍微掉下来，这样四叶可能没有任何经济收入，四叶赶快不用担心，我们还有展员，这个时候 Mina 已经没有兵了，打下巨巨，恭喜，好，相当精彩的一场表演赛。恭喜展员以及收费老师，四叶教练拿下第一回合的胜利了。那纵观刚刚这场精彩的对战呢，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请九杯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说？对，到底这当中的关键点是在哪里呢？啊，关键点主要在于这个四叶的凤凰其实达到很好的效果，而且收费的陆战队源源不绝补，重点是展员的陆战队有提供法，对，所以赢了。是，对，好，就这样。对。好，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呢，展员这里呢，除了这个陆战队有提供房之外呢，而且他后续呢有做这个科技的转型。对对对。对，他从这个生化部队呢开始来攀科技了，来出了这个坦克，而且一次出了两台。对，出了两台啊，还在对方家中盖行星要塞。对。
阻止对方开矿。好的，所以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第二回合的对战了。我们刚刚看到初期呢，双方的神主好像出了这个大量的凤凰在空中进行交战，对，不知道等一下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神奇的战术呢？这边导播说要进广告啊、哦，是哦，让我们的展颜大哥可以喘口气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休息一下，现场的朋友也可以去旁边喝口水哦。广告之后，请大家记得回来。